们看到我这里好几张表，就是国科会，那时候国科会现在叫科技部的研究申请的计划书啊，你就发现太多太多的抄袭啊，就是他总共18页的研究计划书，居然有超过30%多，全部都是一模一样。你看图表一模一样，图表一模一样，这到底的抄袭啊，难道不是吗？所以林志坚啊，他的论文抄袭剽窃我们的科学园区的智慧财产权，这是板上钉钉的铁的事实。这些绿营的其他的绿营的政治人物不断的帮他背书，从来没有人敢讲一句话说林志坚没有抄袭。请你告诉我，哪一位政治人物，绿营的政治人物敢说林志坚没有抄袭？所以林志坚抄袭剽窃，学术上的小偷，这已经是全民的共识，连绿营都不敢替他讲话。绿营现在不断的要转移焦点，说他在新竹市的市政多么的受欢迎等等等等，但是他不敢面对，包括林志坚本人面对我们党团这么多的质疑，他就因一句话说就去就告，就这样而已，他完全不敢面对。我们是党团的名利哦，我们提出这么多强有力的证据来质疑他，不敢任何的回答，所以他的抄袭剽窃偷窃研究计划的成果，这是板上钉钉的铁的事实。第一点我要强调，第二点我要强调是蔡英文总统他的92个字，有人说92共识了，他的92共识提出来之后，你就发现到行政部门的相关单位，包括科技部，包括教育部，该管的事都不敢管，不敢吭声，不敢发声。现在啊，我们当然寄望，全社会寄望中华大学、台湾大学，特别是台大，总应该还给学术界一个很亲近的净土吧。第三点我要强调的是，我们看到监察院最近又对恩恩案呢、要开始调查，你要调查什么案是你的职权，但是请恩恩案要全面调查，包括去1922的143分钟，而不是只箭头指向新北市的911的43分钟，91的911的81分钟，这个很清楚的，监察院已经自甘堕落为民进党的护水组织。我们公开的呼吁监察委员要有人出来针对林志坚论文剽窃抄袭的事情，科技部的没有作为，教育部的没有作为，他总应该监察委员要立案来调查一下吧。到现在为止，监察委员自甘堕落，数位素餐在那里不做其他事，只要是跟蔡英文一下令了，他更不敢讲话了，他把自己的监察权全部阉割掉了，这是最令国人最痛心的。他只会当政治打手，恩恩案继续调查就是政治打手，拼命调查只调查一半。陈时中为什么你不敢调查？你不是去年就要约谈了吗？到现在为止还不敢约谈陈时中，还不敢去查陈时中的事情，然后现在林志坚这么明显的剽窃，这么明显的抄袭的问题，相关单位应该有作为的。想一想，我们看一看
李梅珍当初怎么做，他自己说我不要政治学位了，我们呼吁啊林志坚学学李梅珍吧。那时候你们怎么打李梅珍，现在全数奉还给林志坚，学他自我放弃硕士学位。你要选还是可以选桃园市长啊，但是学位就不要了吧，也放弃台大国华所的硕士学位吧。这里是我们的公开呼吁，谢谢。旺旺水神抗菌液，它的成分呢是维酸性电解次氯酸水，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它是还原成水的，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对儿童都没有影响。重要的是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好几百次都没有问题哦。很好奇在哪里买吧，直接上快点购。